慢下来，慢想小奇妙。早餐王饱饱，好吃负担少。慢下来，慢想小奇妙。早餐王饱饱，好吃负担少。你是？慢下来，慢想小奇妙。早餐王饱饱，好吃负担少。打游戏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输赢这种东西呢，不重要，才怪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叫我周深，叫我周神啊！想看什么操作？你说，我表演给你看，是不是刚就完事了？全带走。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。要不是因为被唱歌耽误了，周深早就是职业选手了。耶我的沙发你来抢啊。瞧给你舒服的，你回来就躺，赶紧洗洗睡吧。别闹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不洗澡就想睡觉啊？你去洗澡，我再躺会儿。舒服啊！我的沙发，你来抢啊。我的沙发，你来抢啊！一路走来，我想说，人生每件事都无需被预设。唱出那一声反转，你猜不到；唱上这个舞台，我想不到。每一次登场，不设限的灵魂才能唱出自由的周深。我的渴是不设限，你的渴是什么？雪碧，透心凉，可释放。网上有很多深深的花式吹捧，哎，能给生米们读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你们有什么新花招吗？周深，你是什么宇宙大帅哥啊？比今天的你更好看的只有明天的你。来来去去就这两句：青山不及周深眉长，水清不似周深眼眸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大家都说你最近的眉毛很好看呢。啊？你夸半天夸的是我的眉毛？哎，我看你。不是来采访，你是来求教程的吧？我的画眉诀窍呢，就是这根花西子极细眉笔，平时都是化妆老师帮我画，画出来根根分明，非常真实哦。其实每个人都很好上手，因为笔头是很细的三角形，然后可以很简单的就画出很细的线条。夏天嘛，天气很热，稍微动一下就会容易出油出汗，不过只要你用它，眉部不易脱妆，而且也不易闷痘。眉毛嘛，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气质，还是要稍微讲究一下喽。
哎，好累呀、啊！今天节目连续录了12个小时，拍摄还需要在手上画图，好想拥有一台全自动卸妆机呀、啊！喂，再累也要卸妆哦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卸妆特别方便，就是这个花西子卸妆湿巾。哇，这么浓的颜色也可以直接卸掉，厉害厉害！对呀、啊，别看这卸妆湿巾小小一片，展开来很大的，一张就可以卸全脸哦。不但卸得非常干净，成分还很温和，一点都不刺激哦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感觉以后带去通告也非常方便啦。对对对，上次我演出再浓的妆，结束在车上都把妆卸了，还可以躺卸哦。出差几天带几片，花西子用起来最方便。哎，这么好用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